国最大民营企业鸿海九月合并营收达到了3378.62亿，月增20.48%，年增14.26%，创下今年单月的新高，也是鸿海历年来的第三高，优于法人预期。而台积电则是受惠智慧型手机、通讯等客户28奈米制程需求提升，九月合并营收与第三季合并营收是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在 iPhone 5C 跟 5S 首卖双双告捷之下，鸿海九月合并收3378.62亿元，不但改写今年新高，更创下历年来第三高，月成长超过两成，年增率14.26%。对于鸿海未来版图，郭董事信心满满。We offer not just you know manufacture, we offer the key components, we offer th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we also offer the design. So we call to in IDM.From OEM, ODM, and then the IDM and RIDM.法人指出，鸿海九月营收得以冲高，主要原因还是来自苹果订单的贡献。在 iPad Mini 2、iPad 5跟小米机等等产品加持之下，鸿海本季的营运高峰将会落在11到12月之间。鸿海第三季合并营收9185.43亿元，季增率2.55%。不过，由于今年苹果新品推出的时间稍晚，鸿海今年前三季合并营收只有2.62兆元，比去年同期下滑了5.18%。全年营收要再创历史新高，恐怕还有一段路要干。同样吃到红苹果的还有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九月营收冲上553.82亿元，月增率0.5%，年增率27.6%，第三季单季营收1625.77亿元，季增4.29%，九月营收跟第三季的业绩双双续创历史新高。苹果回答的，我相信这个明年第二季会是一个相当强的一个味道。Capacity 之前，我们在建 capacity 之前，我们是对这个 demand 非常有把握的。台积电预计下周四举行法说会，将进一步说明营运展望。外资预估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可能季减10%，明年第一季因为客户库存调整，再加上了传统淡季的效应，预估第二季可以恢复成长动能。里昂跟德意志证券并且出具报告，双双给予台积电买进的平等目标价，分别上看135元，还有138元。东森新闻综合报道。